听闻此舞是石罗院绝技，果然呢，百闻不如一见。左院主有心了。何大人，石罗院对您的诚意，可不仅仅是这一支舞。你们求我办事，可到现在我连你家主人的面儿都没有见，他究竟什么身份我也不知道，这万一出了……何大人你放心，主人一直不露面，这都是为了何大人的安全考虑，那万一日后要出点什么状况，那查不到你何大人的头上。看来这个左院主只是石罗院的管事，他背后另有主谋。既然左院主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若再拒绝，倒显得我不近人情了。你们要的东西，多谢何大人。万妈妈，把何大人陪好。务必让何大人尽兴。院主放心。看来这石罗院的真正用处，就是为了与朝中官员勾结，好做些见不得人的买卖。何大人到底给了左院主什么东西？侄儿。妈妈，何大人指明要你一个人去伺候，还不快进去。来来来来